各位朋友午安，午安。那么非常高兴今天到高雄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主流思想，但是这个主流思想很多人其实是不知道的，就是趋吉避凶，明哲保身。好，在中国文化里把明哲保身看得非常的重要。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就跟着我们的 PPT， 好，所以我们的标题叫红尘是非不到我。好，那么什么叫红尘是非不到我？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常常有是是非非，但是在中国人看是是非非没有那么严重，自己有没有受到伤害才是最重要。好，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主流价值。那么所以我们在这边呢跟各位朋友 引用到诗经，诗经有一篇大雅篇。那么诗经的大雅其实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用现代话讲来就是进化歌曲。好，大雅篇有一个真名，真名就是仲名。大雅真名篇说，既明且泽以保其身。好，所以中国文化认为保住自己是最重要，但是不是不择手段，而是事先就要掌握状况。那么什么叫做泽呢？泽就是智慧，通达事理。那么中国人有一本大家都很熟悉的书叫《易经》，《易经》有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叫慎不害。好，《易经》好多的爻辞都出现慎不害。那慎不害是什么意思？慎是谨慎，不害是不要让自己受伤害。那么不要让自己受伤害不是一个自私的想法，不要让自己受伤害就是不要陷人于不义。你被人家害了不就让他做坏事了吗？你不就是 把他变成坏人了吗？所以人生的智慧是不要让自己受伤害，也不要陷人于不义，这就叫慎不害。那么所以中国人的处世智慧特别在慎不害。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跟各位朋友分享，中国文化贵乎成就，不贵乎牺牲。好，所以中国文化最在乎的是有没有成就人成就事。好，如果我的牺牲能够成就大事，那当然就要这个义无反顾。可是如果牺牲了自己又帮不到人，那就不要做了。好，所以我们说贵乎成就，不贵乎牺牲。那么所以讲的智者是明哲保身。什么叫明哲保身呢？以有用之身用于有用之事。所以在这边我们再分享一下啊，中国文化是成就取向啊。我们所谓成就是我的人生不能做白工，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时间每一份资源都要用在有用的地方，有意义的地方。所以说是追求成功成就。有限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即使长命百岁也是有限的，所以有限的生命不要浪费于做白工。所以看重自己的人，一个看重自己的人一定看重自己生命的安全，绝对不会。中国文化里有智慧的人绝对不会做一件事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好，我在今天我们开始的时候我摘一段网络的故事来跟各位分享。这网络的故事呢，是说有一个禅者呢，他在河边打坐，就听到挣扎的声音。那么睁开眼睛看呢，是一只蝎子正在水里挣扎，他就伸手把它捞上来，然后就被蝎子竖起来的毒刺蛰了。那么他把蝎子放到岸上继续打坐，过了一会儿又听到挣扎的声音，睁开眼睛一看，蝎子又掉到水里了，他又把它救上来，当然又被蛰了一下。他继续打坐，那么过了一会儿又有相同不幸的遭遇。
那么这时候旁边的渔夫就跟他说，你真蠢，你不知道蝎子会蛰人吗？这个残者说，知道，已经被他蛰了三次。好，渔夫就说，那你为什么还要救他呢？好，这是一个很高贵的观念。他说，蛰人是蝎子的本性，慈悲是我的本性，我的本性不会因为蝎子的本性而改变，这是伟大而高贵，是不是伟大而高贵？但是有的时候不切实际，知道吗？哦，因为为什么叫不切实际？因为对蝎子也没帮助，你自己也受伤害，对蝎子也没有帮助。那么这时候呢，这个残者又听到挣扎的声音，一看还是那只蝎子，他看着自己肿起来的手，看着水里挣扎的蝎子，毫不犹豫地再次把这个手伸向蝎子。那么这时候啊，渔夫就递一个干枯的树枝递到这个残者的手中，残者用树枝捞起蝎子放到岸边。这是什么？这是方法，这是工具。哦，中国文化是全世界最早讲成功术的文化，在中国文化里从来不认为努力会成功，你方向错了越努力越失败。那么成功需要正确的方向，还需要正确的方法。如果你不善用方法，别人当然比你容易成功。除了善用方法，还有一件事是善用工具。好，因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好，所以我们就发觉，有的时候渔夫比残者是有智慧的。好，所以中国文化里常常提到"除恼狂夫之意，亦可考也"，就是不要瞧不起小人物，不要瞧不起贩夫走卒。因为他们的生命经验、生活经验其实是智慧。好，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渔夫就给了他一个方法啊。然后渔夫笑着就他说：“慈悲是对的，既要慈悲蝎子，也要慈悲什么？自己。你为什么要牺牲自己去照顾蝎子呢？我们知道，在中国文化里最珍贵的是人生。”所以佛经不是讲人生难得吗？人的生命永远超过万物，我们是名包物语，爱护万物，但是不是以人的生命去牺牲人的生命去造就万物，或者是造就一个会蛰人的蝎子。所以渔夫笑着说，慈悲是对的，既要慈悲蝎子，也要慈悲自己。所以慈悲要有什么？慈悲的手段。好，你才能有真正慈悲的效果。哦，你要有慈悲的手段，你才能真正有慈悲的效果。哦，所以我们在这里从这个故事呢提供一个观念，就是首先要对自己负责，才能真正的做到对其他的人负责。那么对自己负责是什么？就是珍视自己的生命啊。那么我们很难想象说，一个人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他怎么可能照顾别人？一个人不会照顾自己的人，他怎么可能会照顾别人呢？那么要保护好自己，才有资格和能力去善待别人。这就是中国文化非常强调的明哲保身。好，我们在这里呢举《史记》的袁盎曹错列传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是提到说，汉文帝呢有一次呢在霸陵，就是长安城外的一个山上啊。那么在霸陵的高山上呢，那遇溪池下峻板，所以峻板就是很陡峭的山，很陡峭的山壁。那么袁盎呢跟他一起骑的马啊，那么并车连鸾啊，就是两个人是并排的骑着马，拉着马鞍。那么这个时候呢，这汉文帝很年轻呢，他看到袁盎那个样子，他就问袁盎说：“
将军却焉，你害怕吗？你害怕吗？就是你看这个山这么陡峭，我们从山上下去，你害怕吗？好，我们就看袁盎怎么说。然后这个老臣说，我听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齐衡。好，什么叫做垂堂？垂堂就是我们一个房子旁那个屋檐外面，过去不是那个房子有屋顶吗？那个屋檐外面叫垂堂。所谓千金之子，看重自己的人，不会把自己摆在可能有危险的地方。所以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哦，那么百金之子不齐衡，哦，各位知道衡是什么？衡就是我们现在有些那个，比如说建筑物不是有顶楼不是有女儿墙吗？横就是女儿墙。那么以前虽然没有很高，但是汉朝的建筑已经到三层，那顶楼就有一个，比如说那个顶楼旁边那种女儿墙，他就有的人就会坐在上面，但是坐上面一不稳就会怎么样？摔下来，它是有危险的，哦，它是有危险的，不是一定危险，但是有危机隐伏。譬如说我们讲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垂堂就是屋子外面，就是屋顶外面那个叫垂堂。好，在台湾有两，我自己看过一件事，我听过一件事，啊，然后听过两件事，都叫垂堂。我20多年前在台北市建国补习班兼课，有一天中午下课就看到对面的楼下，对面的楼下围了一堆人。是怎么回事呢？啊，当时台北有一个很有名的简餐厅叫排骨大王，排骨大王生了8个女儿，第9个儿子就宠得太厉害，就那个儿子那天情绪不爽跳楼，结果自己没死，压到一个卖报的老伯伯，知道吗？卖报纸的老伯伯，他刚好他的报摊摆在什么骑楼外面，那个就叫垂堂。好，你说这种机会可能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但是有没有？有。所以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谈的是谨慎。那么在台北市呢，以前有一个现在有叫做海霸王，在台北市民生东路海霸王餐厅，海霸王餐厅它那个餐厅外面就是马路，它是那个餐厅那时候在2楼，有一个人走过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冷气不多，就那个餐厅的楼是那个窗子是开的，那个 waitress 就是女士呢，她就拿了一堆那个餐具，就是人家吃过的餐具，走过窗口，结果那个餐具突然打散了，从窗口直直落到什么下面，结果路过的人就被打破头。那个几率不高，但是会不会有？会有。好，在台北还有一个更有名的真的案子，哦，就是在台北市新生北路有很多小套房，然后有一个 女孩子住的那个小套房，有一天心情不好想跳楼，哦，想跳楼，然后呢他就看楼下有个卖肉粽的老伯伯走过去，他就想说等他走过去我再跳，哦，就那个卖肉粽老伯伯走过去以后又走回来，知道吗？就他跳了刚好把他压倒，就他自己没死，人家死了，所以他就坐牢去。好，所以我们会说在中国人讲围这个屋檐外这个所谓垂堂，好，其实是有危机的，好，不是说一定有，可是有危机。所以在这里啊，在这里袁盎说，看重自己的人不把自己摆在任何可能产生危险的地方。百金之子呢不齐衡，啊，就是比千金之子稍微低一点的百金之子呢不会去做那种女儿墙，那也是有危险的。然后他现在就去讲这个皇帝，他说圣主不称为而侥幸，啊，一个英明的领导人不会说，哦，这个我这个虽然有危险，可是不一定在我身上发生，哦，
也许只是万分之一的机会，但是我们常说不怕一万，只怕什么？万一。好，所以他说圣主不称为而侥幸，说哎，这只有万分之一。那么他说进陛下乘六牌驰下骏板，哦，你六牌的马，然后你从那很陡峭的山上下来，哦，那么在如果有一个马惊，马一受惊就乱跑啊，你车子就翻了。那么万一出了什么状况，你纵使自己觉得我的生命不值钱，奈高庙太后何？你想祖先还有你的母亲会怎样看呢？对不对？所以你爱自己的母亲，尊重自己的祖先，就要尊重自己的生命啊。所以史记元安曹错列传讲的就是看重自己的人会尊重自己的生命安全，啊，一个看重自己的人会尊重自己生命的安全。好，所以呢，《史记》这一段话呢，其实在之前孟子，我们《史记》讲的是事实。那孟子很早就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啊，命就是注定的，有很多是注定的。但是什么叫顺受其正呢？就说我基本上我是行我该做的。那什么叫做我该做的？趋吉避凶。所以他说知命者不立乎言强之道。言强之下，什么叫言强之下？就说走路不要贴墙走，走路不要靠墙走啊。哎，在十多年前在台北市有一个附小叫师专附小，在和平东路上。有一天台风过后，我说的都是真实案例。台风过后，头一天大台风，第二天那个附小的墙，那么有一个人就沿着那个墙走，知道吗？那墙看起来好好的，他走过去，墙倒下来压死他。好，所以说这种机会也许是万分之一或者千万分之一，但是有没有可能？哦，所以孟子说知命者不立乎什么言强之下，有可能发生危险的地方都不要去触碰，哦，都不。所以我们说你看古人在这方面的教诲是非常的多，所以现在年轻人去什么去赛车，把自己摆在危险的处境，其实是非常不孝的地方，哦，所以孟子说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好，所谓尽其道，就是我今天好好的做人处事，不做一些危险的事，不去冒危险，不去冒不必要的危险，那么有一天死了，那是应该的。哦，寿终什么正寝。好，但是自顾死者非正命也。好，那自顾就是你自己把自己摆在危险的地方，哦，那么结果出状况了，哦，这就是非正命，也就是命不该绝而绝。哦，所以孟子讲的，哦，所以我们说孟子这段话讲的是做人的道理和方法，君子要远离危险的地方。那么所谓君子要远离危险的地方，这是包括两个面向。第一个是防患未然，你预先觉察潜在的危险，好，这个一定要预先觉察，啊，所以以前我跟很多朋友分享《孙子兵法》的时候会提到，读完整个《孙子兵法》，有一个观念是要建立，就说绝对不能说一句话叫我没想到。好，人生的智慧就是该想到的得想到，好，所以你要预先觉察潜在的危险，而且采取防范措施。第二，一旦发现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要及时离开，就是能规避风险而且有安全意识。好，好，所以我们讲什么叫化险为夷，就是最佳风险管控。好，所以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大汉的宰相陈平。好，大汉的宰相陈平。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把陈平的背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中国有历史以来，啊，经过
周朝八百年，然后这个春秋战国，然后秦国的大乱啊。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平盛世就是文景之治。那么文景之治为后来的汉武帝的大汉天威呢，是奠定后世的基础。那么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受肯定的皇帝。那么把汉文帝推上皇帝位置的人是谁呢？陈平。是陈平。好，陈平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是最有旺盛企图心的人。好，是最有旺盛企图心的人。所以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陈平的背景。陈平是个孤儿，跟着他哥哥一起长大。好，那么是哥哥抚养他，所以家境非常的困窘。那可是他很爱念书，很爱念书，哥哥就很疼他。哦，哥哥种田，我们要知道以前念书的学费非常非常的昂贵，所以本分的人是家里没钱就不念书的。哦，可是哥哥很疼他，哦，自己种田，然后给他交很昂贵的学费。那么所以他嫂嫂都气不过啊。有那个陈平虽然家里很穷，可长得很漂亮，很帅，高大英挺，所以以前的人嘴巴很刻薄。那么有人就问陈平的嫂嫂说，哎，你们家陈平到底是吃什么东西长得这么帅啊？然后他嫂嫂早就不瞒他了，就说吃什么呢，我们家不过就是吃糠而已啊，养这种小鼠不如没有啊。所以可见这嫂嫂是很不喜欢他的。那哥哥听了就把这个嫂嫂给休了。那么后来陈平长大以后呢，啊，到了适婚年龄，到适婚年龄这个要结婚了。可是陈平就想，我这么穷，再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小姐，我这辈子就不要翻身了。啊，我们说他是一个旺盛企图心的人，所以他就不要跟娶门当户对，那他就看中他们村子里的一个女孩，已经嫁了五次了，啊，嫁了五次都丈夫都死了，啊，可是非常有钱，啊，为什么？你想嫁五次，又有聘金，又有陪嫁，对不对？五次下来不是挺有钱的吗？而且自己家世也很好，啊，只是嫁了五次没人敢再娶了，所以陈平打算要娶她，可是这个女孩子即使嫁不掉也不会嫁他的，哦，这个女孩子即使嫁不掉也不会嫁他的。那么陈平呢，所以陈平就明白，如果他上门求亲一定求不到，那怎么会娶到呢？人家来求他，要人家来求他，哦，所以各位听起来会觉得很好笑，哦，但是就是他这么想。然后因为我们知道在以前的社会认识字的人是很少的，那么所以呢认识字的人呢就不下地干活，不种作出工，就是帮以前穷人家都是帮忙嘛，就是帮人家农忙的时候种地啊什么。那陈平呢因为认识字呢就不是帮忙，是帮闲。什么就是帮闲呢？人家婚丧喜庆呢，啊，因为他认识字啊，去帮人家签个名啊，算个账啊，哦，这叫帮闲，赚一点钱。那么有一天他们村子里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家里有丧事，那么当然陈平去帮闲。陈平就知道那个有钱的嫁了五次的女孩的祖父会去，哦，他知道那个祖，所以他就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哦，他人长得漂亮嘛，他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大早就去了，然后认真很认真的去表现自己，然后就发觉那个老头子真的有注意到他，然后他留到最后再走，等所有东西都收拾好他最后离开。他为什么要最后离开？便于那个老头子跟踪，哦，那所以呢果真那个老头子就跟到他家去，哦，跟踪跟到他家，跟到他家以后发觉陈平的家真的是太穷了，啊，为什么要？我们一般讲人家很穷叫家徒四壁，对不对？他们家只有三壁，啊，另外一壁是贴的城墙，他们家是贴的城墙，
靠着城墙搭出来的那个草屋。好，所以他就是让这个老头子知道他的底，然后知道他住在哪里。好，然后这老头子看好了以后回去就跟他儿子讲，他说我要把我们孙女嫁给陈平。他儿子一听昏了，他说爸爸，你该不是说的那个很有争议性的陈平？什么叫争议性的？因为以前的人家里穷不会去念书的啦，就好好的种地啊。陈平要念书，在村里的人都很瞧他不起，说家里那么穷还要念书。好，所以这个老他儿子就问他爸说，你说的是那个很有争议的陈平吗？他爸说，就是，我说的就是他，他不会穷一辈子的啊，他不会穷一辈子的。后来呢，这老头子做主之下呢，陈平就娶了这个嫁了五次的女孩。好，那么真的就非常的什么有钱啊。好，那么我们举这个例子是跟各位分享说，陈平是有旺盛的企图心哦，但是呢，但是他后来辅佐这个汉文帝的时候呢，汉文帝是他一手立下来的皇帝，照理他要可以立一个皇帝，他会不会可以做皇帝？他离皇帝的位置是不是很近了？但是没有，谨守分寸，而且没有像后世的曹操这种权臣哦去做引武者，去指指点点。哦，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哦，他只是知道如何去换一些筹码而已啊，哦。那么，所以我们认为陈平是高风亮节，但是他的高风亮节不是光彩彩四射、光芒耀眼，是爱爱内含光。好，我们现在，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跟各位提过说，中国文化是成就取向，追求成功成就。有限的生命不要浪费于做白工，有限生命就要做有意义的事情。那么因此在中国文化里面极为讲究做事的方法。那我们刚刚提到陈平一生从赤贫帮刘邦建国，好，然后传承刘邦的事业，稳定大汉天下。而在刘邦所有的谋臣当中，刘邦的功臣的下场都不好，只有陈平富贵平安到老。好，我们在历史上常常讲成这个刘邦是杀功臣，但是功臣里面有一个功臣不但没有被杀，而且长保富贵，富贵平安到老的就是谁？陈平。而陈平他的一生就是正确用谋，好，正确用。那么孔老夫子，我们现在台湾很多人讲到谋就觉得阴谋诡诈啊，其实孔老夫子是非常推崇谋的。孔老夫子有一次赞美他的大弟子颜渊，他赞美完的时候，孔老夫子另外一个大弟子子路很吃味儿，马上就问老师说，老师，你如果去打仗你会带谁啊？你如果去打仗你会带谁？他就子路一定想说，老师一定会说带我嘛，颜渊那么文弱怎么能去打仗呢？没想到孔老夫子说，抱虎平和无不与也啊！以为力气大就跟老虎打架，以为会游泳靠游泳过河，这种人我不会带他去打仗的。好，他说我一定带的是什么人呢？临事而进，好谋而成。做事情一定事先要有完整的规划，这叫好谋。而这个规划是朝成功的方向规划。看高祖身边很多的功臣谋士啊，能够富贵到老、平安而又善终的人，唯一的人就是陈平。那么陈平是一个家徒三壁的乡下穷孩子，凭着自己处世的智慧直上青云，成为汉代大帝国三朝，就是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的宰相，三朝元老，而且平安到老。好，注意他都是在社会的顶层，那个叫惊涛骇浪，他能走得过来真的是因为好谋，哦，正确的谋。然后我们现在看他一个谋的故事，哦，好，这是我们把《史记》的一段文字抄出来给大家看啊。哦，
这是在前面的，我们就不花时间来讲，我们就讲到说，陈平呢有一次他离开项羽啊，离开项羽呢要去投奔另外一个诸侯啊。那么他在离开项羽的时候呢啊，因为当时呢项羽是给他的赏金是黄金20亿，哦，那在当时是巨额的赏赐啊。那么后来因为当时的政局的变化呢，项羽很生气，所以陈平就担心自己会被杀，好，担心被杀呢，所以呢陈平就走了啊。那么陈平就离开项羽的时候呢，他是把黄金叫做封金，把黄金留下来没有带走啊。我要跟各位朋友说这件事情很特殊，他把项羽赏给他的黄金全部留下来，一毛钱都一点点都没有带走，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陈平是非常爱钱的人，但是君子爱财什么，取之有道。他知道如果他把黄金带走，项羽会追杀他，如果不带黄金自己一个人走就可以保命，所以这个人他非常爱钱，但是他了解钱和命中间哪一个比较重要，命比较，而且非常知道，而且不侥幸啊，所以他就把这个黄金留下来啊。那么自己呢，平生身上没有带钱，现行仗剑往啊，就带着一把宝剑就逃亡了啊。然后渡河，他在过河的时候，那么船人见其美丈夫独行，好，这个人长得高大英挺，一个人啊。陈平当时因为很穷，穿的是当时的军服，他没有便服穿啊，所以穿。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船人呢，担心他是逃亡的将领。逃亡的将领一定身上有钱嘛，对不对？一般人一定想，你逃亡一定是这个带着钱逃的。那么，所以认为腰中这个腰就是肉月旁的腰一样，就是认为他。我们以前古人出行不是叫腰缠嘛？现在也有人卖那种在一个布条围在腰上摆钱的，对不对？那叫腰缠啊，所以就认为他腰中应该有金玉宝器，所以呢，就瞄他，目之就是瞄他。好，我们有时候人家瞄我们，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好，陈平马上知道，糟糕，遇到什么？上了贼船，好，上了贼船了。所以他们瞄陈平的时候，他们就想谋财什么害命。好，那么陈平害怕了，但是陈平害怕他能跟他们说，哎呀，我没有带钱，你们不要想我身上有，我没带钱，这样说可不可以？这样叫此地无银三百两，你们以为我是坏人吗？你跟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好，所以陈平呢很聪明，他就把上衣脱掉，上衣脱掉，腰中有没有腰缠是不是就看到了？然后他上衣脱掉就跟那个船夫说，他说，哎呀，你一个人划船很辛苦，我来帮你划。他又把上衣脱掉，然后又靠近船夫，那个船夫是不是可以清清楚楚看到他腰里没有腰缠？是不是？所以就没有要谋财什么害命啊，所以说解衣而左次船，这个左就是帮助他们一起划船，因为这个动作，这个船夫就知道他身上没有带钱，就没有想法，这个就是化危险于没有发生之时。好，不是等到发生再说，是没有发生之时就解决了。好，叫这个就是叫做要有为。这个谋事于事先。好，我们现在呢要跟各位朋友介绍一个对照版，我们这个对照版也是取的《淮南子》里的一个故事啊。我们标题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很多人遇状况不是因为笨哦，是因为聪明过头。汉朝的时候有一个人叫秦牛缺啊，秦牛缺进于山中而遇到，这个进就是在山上小路啊，他走山上的小路呢，在小路上遇到强盗，啊，那么遇到以前在爬山是常常会遇到这种状况了，
所以就把他的车、他的马，还有他拓斯，就是身上背的行李，还有他的外衣啊，外衣全部都抢走了，全部都抢走了。好，然后全部都抢走以后呢，回头看他啊，再回头看他，哎，发觉这个禽牛圈呢了无惧色，东西被抢了，一点害怕的样子也没有，也没有难过，也没有忧惧，宛然有以自得，反而好像很高兴，一点都没有难过啊。然后这个强盗呢就好奇了，啊，就好奇了，就问他说：“吾夺子财货，劫子以刀而制不动，何也？”哦，你很厉害哦，啊，我把你身上所有的钱都抢光了，而且用刀威胁你，可是没有制不动，制就是心的意思。我看你好像都没有很难过啊，哦，是什么原因呢？哦，是什么原因呢？然后禽牛缺就说了：“车马所以在身，衣服所以掩形，圣人不以所养害其养。”好，人生要分清楚重点和不是重点，对不对？我有车有马，这个车马是用来帮助我行路的，啊，减少我身体的负担；衣服是掩蔽我身体的，啊，所以重点在什么？身体。车马衣服都是身外之物，车马衣服都是身外之物。圣人不以所养害其养，我怎么能因为身外之物而影响到我身心的安泰呢？啊，我怎么能因为身外之物呢妨害了我身心的安泰呢？有没有智慧？有没有智慧？太有智慧了。然后这些盗匪呢相视而笑，哦，就开笑说：“不以欲伤身，不以利累行。”不，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就是外物看得比肉身重要，哦，你看这个人多有智慧啊，不以欲伤身，不以外物影响他的身形，这是世界上的圣人，他将来一定有机会见到领导人，他见到领导人到时候一定会追杀我们，然后一定会追杀我们，所以回来就把这个禽牛缺杀了。他讲了这么有智慧的话，下场是什么？人家本来只是抢他的财物，因为他有了这么有智慧的话，他的下场是什么？命也被杀了，命也被夺了。那么所以呢，韩非子在这里的评价说：“此能以智知矣，而未能以智不知也。”那么什么叫能以智知矣，而未能以智不知也？好，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禽牛缺能够凭他的智慧来显示自己什么都懂，很有智慧，不以身外之物伤心，不以身外之物伤行，哦，但他的智慧并不足以知道什么状况要装糊涂来必杀曾子乎，所以他的智慧是不周全。好，所以我们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尤其是易经，强调的是什么？知道吗？我们对好人和对坏人的方式是不能一样。好，你绝对不能用对好人的方式对坏人，你也不能用对坏人的方式对好人，你必须看清楚我面对的是什么人。这是非常重要智慧，好，所以在这里，这淮南子就说，他的智慧不足以知道什么状况要装糊涂来避免什么杀身之祸。有的时候你说清楚、说白了，杀身之祸就更严重了。哦，就像我们说，刚刚陈平如果去跟那个船夫说：“哎呀，你们不要想我，我身上没有钱。”你想，船夫一定要杀他的嘛？你把我当坏人了。哦，所以人生要懂得趋吉避凶，好，你要知道什么状况怎样正确表现啊。好，所以我们说禽牛缺用对待好人的方式来对待什么坏人，但是并不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常说一正必三邪，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不一定哦。好，不一定。所以并不是行正道就以浩然正气护身保命，不一定哦。好，所以人生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坏人，然后知道如何和好人相处，如何和坏人相处。那么骑牛缺呢，因为搞不清楚好坏，他到底是有智慧还是没有智慧，他到底是有智慧还是没有智慧，好，这就是要我们去思考的。所以我们说在圣经的马太福音说，不要把神圣之物丢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的前面，免得他们用脚把这些践踏了，然后转身撕咬你。然后圣经讲得很传神，有的时候 人的智慧是太史公司马迁说的，很多时候可谓知者道，难为俗人也。有很多事情你跟有智慧的人说是可以的，不是一般人说他们都听得懂的。我们一般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觉得这是很巧诈，但是这是不对的。其实这是对的、哦、你和不同层次的人说话的方式是不能一样的、哦、好，我们在这里讲韩信、哦、我们为什么要讲韩信呢？因为我们讲韩信的目的是让大家了解什么叫做咎由自取。我们知道刘邦曾经说，刘邦是不认识字的人，最后能够一统天下成为大汉的开国皇帝。他说我为什么会打败项羽呢？哦，是因为我有三个杰出的人，其中之一就是韩信。好，他说韩信是战必胜，攻必取，百战百胜。他说这一点我比不上韩信。刘邦说这个话其实是在吹牛，他什么叫做比不上韩信？他是没这个本事。好，所以韩信对大汉的建国功劳大不大？非常的大。好，非常大。然后呢，刘邦后来就不放心，不放心就封给他的土地，就是楚地，就剥夺了，剥夺了就是不是楚王，那么降等为淮阴侯。啊，淮阴侯就是没有地了，啊，没有地了。你可能有封邑、有待遇，但是你没有自己的土地了，啊。然后就把他软禁在长安城。但是大家过去是老战友嘛，好，所以有一天呢，刘邦就跟韩信闲聊，好，闲聊的时候呢，就讨论说，我们知道一般人闲聊说，哎呀，这个人的能力是怎么样，那个人能力是怎么样，就去讨论。好，那么然后讨论谁的能力怎么样，怎么样。谁的能力比较好，谁的能力比较差，然后最后刘邦就问韩信，他说：“你看我能带多少军队啊？”然后他问韩信：“你看我能带多少军队啊？”韩信说：“你最多带十万，你最多带十万，多了带不动了。”好，那刘邦就问他了：“那你能带多少？对不对？你说我只能带十万，你能带多少？”韩信就说：“臣多多而益善。”啊，我们后世有个成语“多多益善”就从这里出来的。好，我常跟很多朋友推崇说，《史记》的文字是像画画一样，啊，非常传神。所以当韩信说完这段话以后，刘邦就笑着问韩信：“在我们中国人相学讲。”有一种人叫怒极反笑，知道吧？怒到极点没有发脾气，而是笑，这种人你得怕他。好，譬如说大怒就开始捶桌子捶板凳，这种人你不用怕他，这种人叫做老粗。有一种人怒到极点的时候不但不发怒而且笑，这种人都叫臣服什么圣神。所以这时候刘邦气不气？当然气啊，我是皇帝耶，哦，你居然说我只能带十万，你倒是多多益善，你的眼睛里还有我吗？哦，所以呢，刘邦就笑道说：“你将兵多多益善，那你为什么会被我生擒？”这时候因为韩信是被软禁嘛，是从楚地被抓回来的，对不对？
你不是带兵多多益善吗？你看韩信、刘邦气不气这句话？很气嘛，啊，韩信有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啊。那么，所以对刘邦的讽刺呢，韩信的回答是哦，他在就事论事的，哦，他在就事论事，他就跟刘邦说，他说，陛下不能将兵，而善于呢统帅将领，啊，就是说你虽然不能将兵，你善于将将，啊，你善于统，对不对？对的，啊，那刘邦爽不爽？然后他底下讲了一句话，然后他底下讲了一句话，他说呢，你善于将将，所以我就被你活捉了，再不简单，这叫就事论事，好，这叫就事论事。那么我们要知道孔老夫子啊，我们要知道孔老夫子是非常有智慧，他说啊，人说话要察言观色。他说：“未见颜色而言，谓之蛊。”你跟人家说话都不察言观色，叫瞎子。这是孔老夫子说的。所以韩信现在是不是个瞎子？他就已经没有发觉刘邦在怒了，知道？他都没有发觉啊，所以他就说：“哎呀，当然你善于将将，这就是我为你被你活捉的原因。”然后底下加了一句，加了一句。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你是命好。注意哦，你今天能做皇帝是因为你命好。哎，如果你是刘邦，听得舒服吗？这个叫火上什么加油。好，这个就是不知趋吉避凶。所以孔老夫子都说你跟人家说话要察言观色，所以韩信完全没有概念啊，所以他还加了一句说：“你能够做皇帝是因为天命啊，不是人力啊。”这是在讽刺刘邦。好，好，然后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跟各位朋友分享啊。那么韩信和刘邦这段对话可以看出啊，所以很多人说：“哎呀，这个有才无命啊，有才华没有命，有才无命的人基本上都是没有脑。”只有才，好，所以他说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出韩信绝对是一个杰出的领导人，因为我们知道在现代的管理学里面有一种理论叫控制幅度，这管理学里面非常重要的理论。所以控制幅度就是说一个人能管多少人，有先天的命定的啊，比如说还有你是管什么人哦，你管多少人啊，比如说你是管主管的还是管贩夫走卒的啊，你是可以管十万人还是没有这个数字限制的，这都有先天的禀赋啊，先天的禀赋，先天才性啊，所以啊，所以在这里呢啊，那么所以韩信讲的这段话说陛下善于将将，说的对不对？对的。注意，不是对的话都有好的效果，这是一定要了解。红尘人士不是你说对了就有好效果，知道吗？所以韩非子有一篇文章叫做说难，所以说难就是说话很难。好，说话不是说对了就会被认可。好，好，我们待会先把这讲完。所以控制幅度上说，管理者所能有效直接管理的部署人数，而且牵涉到什么？牵涉到个别差异，每个人都不一样。那么控制幅度是管理者所能有效直接管理部署的人数。那么依古典学派的组织理论呢，管理幅度是否适当，对于组织的整体结构及效率都有影响。好，就说你的领导人能管多少人？哦，他是不是适合做这个位置的领导人，他的控制幅度都牵涉到这个组织的能力。好，我们刚要回应到刚刚讲说说话，哦，说话不是说对了就是对了。韩非子有一篇说难篇，他说有一天有一个有钱人啊，他的起来发觉昨天晚上的大风把他家的墙吹垮了。好，
在看这个墙的时候呢，隔壁邻居的一个老头子呢就走过来，跟他说：“我跟你说啊，你赶快找人把墙修好，要不然会有小偷。”后来他儿子起床的时候，看到说家里的墙被吹垮了，然后就来跟爸爸说：“爸爸，这个墙要修好，要不然会有小偷。”他儿子和那个老头子说的话是不是一样的话？好，第二天，但一天哪里修得好呢？第二天起来发觉家里真的遭小偷，然后这个老头子就想说：“我儿子真聪明，他昨天就跟我说墙要赶快修好，要不然会遭小偷。小偷是谁呢？跟那隔壁的老头子一定有关，因为他昨天就跟我说墙如果不修好会有小偷。”注意哦，说的是一样的话，但是关系远近听到的感觉一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我们中国才有一个成语叫交浅不可什么言深。好，所以说话一定要去看各种状况，所以我们会说不是说对了就是对啊，不是说对了就是对。所以在那个《世说新语》里有一个故事，讲说有一天匈奴派了使者要来见大汉的宰相曹操。曹操长得不好看啊，不高大啊，所以他就觉得不足以威远方，所以他就找他底下一个部属长得很帅的一个人，假扮曹操。我们要知道以前又没有那个媒体嘛，所以宰相长得怎样也不知道。好，所以他就找底下一个人假扮曹操，但是他也要看一下那个匈奴使者长得怎样，所以他就假扮卫士，啊，手所以拿着一个刀就站在那个这个假的宰相的丞相的旁边，然后等到那个参拜的礼仪结束，他就去问，找人去问那个匈奴使者：“你今天看到我们大汉丞相，你有什么看法吗？”好，那个匈奴使者说：“我告诉你啊，你们那个大汉丞相仪表堂堂，但是你们大汉最厉害的不是他，是那个床头捉刀人，就是那个床拿站在椅子旁边拿着刀的卫士。这个人厉害不厉害？有没有一眼看到重点？”曹操就派人把他杀了。不是看对了都能说，也不是对了就可以说。好，所以什么状况可以说，什么状况不可以说，人生是需要趋吉避凶。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边啊，所以我们说韩信说的是对的，啊，韩信说的是对的，但是我们说当时韩信说这个话的时候是没大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两件事情没有搞清楚。第一件事情，他当时和刘邦不是在开学术研讨会哦，他是什么？君臣对话。所以他犯了一个忌讳，这个忌讳就是佛教讲的没有观自在，没有看清楚自己在哪里。你是在和老板讲话呢，好，你不是开学术研讨会。好，第二个啊，我们要知道当时呢，他在刘邦没有一统天下之前，韩信对他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我们说以前是铁杆兄弟，以前他和刘邦是铁杆兄弟，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搞清楚，他这时候是刘邦封他为楚王，又废了他楚王，又把他软禁，这时候的关系是不是当时的铁杆兄弟了？你是不是他的左右手了？都不是了。此一时什么彼一时，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书城。什么叫书城？肯定一下刘邦，而不是去打压刘邦，知道吗？说 你不行，就论带领人你带不过我。好，那么好，不但不能适时书城，还要抒发心中的感受。这感受就是说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就是说你的虽然能力 不出人不未必超人，但是命好啊，命好是不是很酸？然后是不是很酸？你酸你的老板，倒霉的是谁？倒霉的当然是自己嘛。好，所以
面对一位已经对自己诸多忌惮的长官，刘邦对韩信已经是非常忌讳了，还要放言无忌，这就叫不知道趋吉避凶，自找麻烦。所以我们在这里再有一个对照版，我们今天都要对照才知道准。所以去年不是有一个影集很轰动叫军师联盟吗？军师联盟里面司马懿告诉儿子，和愚蠢硬碰硬拼个头破血流不是更愚蠢吗？这是军师联盟里面一句很经典的话，碰到笨蛋你绝对不要和他硬碰硬。那么然后司马懿跟他儿子说，人这一生难免和愚蠢为伍，难免不会碰到笨蛋，所以你要做的是什么？要学会向愚蠢低头。我们说不是要向愚蠢低头，是要懂得跟笨蛋要怎么相处。尤其越笨的人越自尊心很强，譬如说像刘邦，你绝对不要去打压他的自尊，免得他找你麻烦。我们现在讲完韩信，我们再讲一个对照版，讲的就是张良。我们要知道后世常常讲谋士都用张良做典范。都用张良做典范。那么我们讲张良最大的特质是进退得宜，趋吉避凶。进退得宜。那么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他怎样的进退得宜。刘邦这里讲的汉六年，就是刘邦做皇帝的第二年，正式一统天下的第二年，就封功臣。那么梁未尝有战斗功哦，这是非常重要的。张良跟着刘邦从来没上过战场，知道吗？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但是刘邦肯定他，所以刘邦就要给他很大的封赏。所以刘邦就说他说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公也。子房张良的字，子房是张良的字。所以他说在后方做决策，在后方的书房里做决策，能千里之外打胜仗。这都是我们要知道，刘邦很少称人的字，都是直呼其名。在我们中国文化的社交场合，敬人称字，自称称名。我们尊敬一个人，不会直呼其名，都称他的字，都称他的字。但是我们如果对人表示谦逊，就是自称称名。所以你们看，像这个台湾的政治人物从什么宋楚瑜都自称什么楚瑜，马英九都自称什么英九，陈水扁更谦虚，自称叫什么阿扁。所以自称称名，尊敬一个人就不敢直呼其名。所以你们看，以前的社交场合常会跟人家说，你就叫我的名字好了。为什么说你就叫名字好？这就是一个谦逊嘛，就是以晚辈自居所以你不要称我先生啊什么，你就叫我名字好了所以刘邦对他的部署都直呼其名，只有对张良从不直呼其名，都称他的什么字。所以他说在这个后方做决策，在千里之外打胜仗，这是张良的功劳。好，你自己择三万户。注意所以择三万户就是有三，你自己说我要哪个地方哪个地方的三万户。三万户是什么？这三万户人的税收，这三万户家的税收归你。所以以前你们看说2000户，大概一般都在2000户了比如说如果今天我在台湾，你说自择2000户，我是选择台北还选择高雄台北。
那台北我是选择大安区还是松山区？对吗？好，所以这是，所以他说你自己选，你可以选3000、3万户啊，你要到哪里都可以，你要到哪里都可以。那么张良就说啊，那么使臣起下邳与上会刘，就是我当年和你刘邦是在刘这个地方见面。好，此天以臣受陛下。我们要知道啊，张良和刘邦相处的过程中哦，是刘邦在没有做皇帝之前，张良跟刘邦讲话都是很高姿态的哦，从来都是说，哦，你要听谁的话，你要听谁的话，从来都是以刘邦的老师自居，知道吗？哦，譬如说，刘邦打下咸阳城，进了咸阳城，哦，我们说刘邦是草民出身，人家都知道他贪财好色，虽然贪财没见过多少钱，知道吗？他是一个小的派出所主管，他还没见过多少钱，贪财没见过多少钱，好色，说实在话没有见过美女。然后等到进到大秦宫殿，哇，那种绫罗绸缎，那种满坑满谷的黄金，大开眼界。再看到宫廷里的美女，才知道什么叫美女，所以住在里面死都不出来啊。后来是樊哙进去劝他，樊哙劝他说。哎，你要知道说，我们今天能够进到大秦的宫殿，就是因为秦始皇暴虐无道，才轮得到我们进来啊。要不然我们怎么进得来？如果我们进来以后，秦始皇喜欢的我们也喜欢，老百姓会支持我们吗？各位朋友，这是樊哙跟刘邦说的话。樊哙是什么人？杀猪的，没念过书。啊，所以在中国文化里，从来不认为念过书代表什么，懂不懂道理？樊哙就很懂道，他说：“今天我们这种乡下的草民能够进到大秦的宫殿，就是因为大秦暴虐无道嘛。如果他我们进来以后，他喜欢的我们都喜欢，那么老百姓会支持我们吗？”刘邦就，然后他就问刘邦说：“你是要做附加翁，还是要做一统天下的帝王？”然后刘邦就说。我当然要做一统天下的帝王，但你现在给我出去！啊，你给我出去，懒得听。所以樊哙被刘邦赶出来的时候就非常难过，然后就出那个大秦宫殿，在路上就碰到张良，然后就跟张良哭诉，就把他的话讲给张良听，然后说：“你看他都不听我的话。”然后张良就说：“好，我带你进去。”啊，进去以后他就跟刘邦说：“他说我告诉你。”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樊哙的话是对的，你得听。你像张良跟刘邦讲话的姿态是朋友吗？是老师吗？你得听。有没有说我劝你？没有，劝是朋友嘛。我没有劝你，我只是让你选择樊哙的话。樊哙的话是对的。我们说刘邦和张良，张良和刘邦相处的过程中。一直都是高姿态，都是以老师自居。可是刘邦一统天下以后呢？一统天下以后呢？形势不一样了。现在他是什么？皇帝了。所以，我们中文有一句用语叫"识时务者为什么俊杰"嘛。好，所以这个时候，张良就跟刘邦讲，啊，他说。此臣以天，此天以臣受陛下，知道吗？好，他跟刘邦称什么？称臣，称刘邦为什么？陛下，这就叫识时务了，这就叫识时务了。好，然后他说，这是老天让我们有机会见面，陛下用臣计，好，你用我的规划，幸而时中。幸而时中，有幸我每次给你提的建议，有时候对的，有时候对的。好，我们要知道听话要听吉凶。刘邦说："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宫也。"这一段话，
这是肯定张良的贡献，对不对？是不是？张良一听吓坏了，知道吗？这个就是危机，这个就是危机。好，今天你这样肯定我，代表将来我就会受害，所以叫做制敌机先，见机机先。看到，好，我们要知道历史上很多有才能的人，当帝王用的时候很感谢你，用完了就怎么样？怕你，怕你。所以张良为什么是伟大的谋？他懂啊，这段话背后是多大的危机啊！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宫也。所以他对应的好不好？陛下用臣计，信而始终，有信。好，不是我的智慧超过你，不是我的智。所以张良懂不懂趋吉避凶？非常懂，所以才会有好的下场。没有以这个，哎，我比你高啊，我智慧比你高，确实啊。好，然后他说："臣愿啊，这个就是愿是希望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那个愿望的愿啊。"臣愿风流啊。张良为什么是千古一人？他非常知道，一个人做了皇帝以前和做了皇帝以后会不会一样？都不会一样的，绝对都不会一样。以前有一个那个连续剧叫做《雍正王朝》，《雍正王朝》各位朋友有看过的吗？很多年前的，看过的朋友举手看看。哦，还蛮多朋友看过啊。好，《雍正王朝》里面，雍正在要去夺取太子位之前，在他的官邸里面有一个人帮他专门出主意的，叫巫先生，各位记得吗？好，巫先生，可是雍正今天晚上在宫里面正式受诏作为继位君的时候，今天明天就要登基了，今天受诏做继位君的时候，他的官邸里面那个巫先生连夜出走，连夜出走，为什么？担心雍正登基以后回来就要杀他。好，所以一旦做了皇帝看功臣，和没有做皇帝之前看功臣，千古如出一辙，都是一样。好，都是一样。所以他在这里呢，他马上就趋吉避凶。好，说你用我的计划，信而始终。我希望呢，你真的要赏赐。如果皇帝给赏赐，能不能不接受？当然就不给面子啊。好，能不能都接受？那要看状况。所以他就说，我希望风在留，就在留。我们当初不是在留这个地方见面吗？所以我希望现在风在留。那是个什么？我们用闽南语讲叫席缘。你看张良的细致，细致，对不对？我希望和你有那个情分，能够保留。而不是像韩信那么粗糙。我们以前不就是铁杆兄弟吗？没有那么粗糙。但是，所以你如果一定要封一个地方给我好了，那个留当年我们见面的地方，保留君臣什么之情，他就够了。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你要给我三万户，我可不敢要。哦，我可不敢要。好，那么好，为什么不敢要？啊，为什么不敢要？这个绝对不是谦虚，这个叫知分寸。我们现在看，好，我们现在讲知，这个《大学》里说“知止而后有什么定”。好，很多人把这个“止”看成停止，这是错的。这个“止”是脚趾，这在甲骨文里，这个字是脚趾。所以知止是什么意思？知止是一个动态的思考，不是一个静态的思考。止是停留，我们的脚趾不是会停留吗？我们人到哪里是脚趾先停留在那，知止是知道什么时候停在什么位置，那叫知止。所以中国文化都是动态思考，不是静态的，知道吗？所以好的文学作品大概都是动态的，
譬如说，有一首唐诗叫做《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这十个字是动态还是静态？动态嘛，你看到太阳慢慢慢慢什么西沉，你看到黄河不断的往海里流，十个字是动态的。中国好的诗词都是动态，都不是静态。啊，譬如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什么一层楼。还有诗伯王维的诗，王维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是一个非常动态的思考。我们顺便在这里补充，穷是什么意思？穷是尽头的意思。穷不是没有钱啊，我们古文讲没有钱叫做贫。穷是尽头，行到水穷处，是说我们如果爬山爬到山顶，山顶是水的发源处，也就是水的尽头。行到水穷处的时候，水有没有好看的？水没什么好看的，没什么水看了，对不对？水的话，我们看长江大河都在水的下流，不在水的源头。所以行到水穷处的时候，这时候是要看什么？没有水看，看什么？看云。哦，云，因为山顶不就是云起的时候地方吗？所以人生的思考，不要把自己的眼光摆在固定的位置，不要摆，你有什么可看，看什么，知道吗？水穷处是看不到水，就看什么云，这就是动态思考。所以《易经》讲大中至正。什么叫大中至正？所有的中和正都不固定的，昨天这样做是对的，是中正，代表今天也可以这样做吗？不一定的。好，所以不是昨天这样做是对的，就今天也可以这样做。啊，所以我们最鲜明的例子讲诸葛亮七擒孟获。今天用这个方法抓到孟获了，明天用这个方法还可以吗？不行。好，所以人生一定要知道如何停在正确的位置，叫知止。好，昨天停在这里，所以止不是停止，是什么？停留。昨天停在这里是对的，不代表今天还是可以停在这里。每天要找正确的停留的位置，就叫知止。好，就要知止。那么知止呢，它的重点呢，在你要掌握分寸。分寸，分寸是什么？是数。分寸就，所以英国的大数学家罗素曾经讲，他说中国人是天生的数学家。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最喜欢讲一句话，叫我心中有数。你有听过哪一个民族会有一个谚语叫我心中什么有数？只有中国人动不动就什么我心中有数。我的老师说，中国文化里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个活活泼泼的人。什么叫活活泼泼？跟着外境走。好，我们现在看这个。那么刘邦在做皇帝的第二年，十二月和正月呢，两次大封，就是封功臣。好，两次大封功臣。那么当时呢，他的战将周勃是封8100户。哦，注意，这些人都是上战场的。哦，周勃是上战场的，封了8100户。萧何封8000户。注意哦，萧何封8000户就被当时就吵得很厉害了。哦，就吵得很厉害。为什么？因为萧何没有上过战场。好，用现在话讲，比如说公司里业务是不是要拿比较多的钱？行政人员做企划的钱，你虽然说我做企划，我可能是公司的大脑，但是业务是不是拿的永远比做企划的多？好好，所以呢，当时呢，这个周勃呢是
上在，可是萧何当时封八千户的时候，就引起很大的争执，所有人都不服。所以刘邦在当时还讲过一段很有名的话啊，曹参曾经跟别人讲：“你看我身上多少伤口，这都是在战场上打下来的。萧何呢，没有上过战场。”好，所以很多人就跟刘邦争。好，然后刘邦就跟他们说：“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都会打猎吧？哦，那些人当然会上战场，会打猎。他打猎的时候，去告诉那个狗到哪里去捡猎物的是谁？是人，对不对？人设下猎物，然后说叫狗去捡。他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以为你们功劳大，你们上战场，你们是有功之狗。萧何是什么？”有功之人，所以就给萧何八千户。另外一个夏侯婴啊，夏侯婴是刘邦的，真的是铁杆啊。夏侯婴是不认识字，拉车出身，他后来一辈子都在替皇帝拉车啊，包括刘邦的儿子惠帝做了皇帝也是夏侯婴拉车。他是跟着刘邦当初开始的时候是。哪边没哪边需要人，他去做什么？譬如说拉车，没有人拉车，他就去拉车。哦，没人当刽子手，他就去当刽子手。好，反正打杂的事。但是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哦，因为刘邦身边的人才都是他推荐的。他当刽子手的时候，那次有一次就是韩信被处死。韩信刚刚跟了刘邦的时候，因为犯了一个小罪就被处死。处死那天是十三个人，一二三四五这样子。前面刘邦韩信是排第十三个，前面十二个人刀起头落，刀起头落，刀起头落。然后到第最后那个刀就架在韩信的脖子上，知道吗？好，那韩信天生是将才嘛。我们一般人看到前面十二个人头落地，早就心胆俱裂，对不对？可是韩信这时候那个砍下十二个人头的刀在架在他的脖子上的时候，他就跟这个刽子手夏侯婴说：“他说皇帝就是汉王，不是要打天下吗？哦，现在怎么要杀人才嘞？因为韩信自己觉得是人才，然后夏侯婴这时候也被吓住了，知道吗？因为一般人在这种状况早就瘫在地上了，韩信还可以这么好像没事人一样说：“汉王不是要打天下吗？怎么在这时候杀人才？”好，所以夏侯婴跟刘邦是铁杆，但是所以呢，他也封6900户啊。那么陈平、樊哙、灌婴就封5000户，那么甚至被认为就是所有跟着刘邦的人都认为军功第一的曹参才封什么10600户，才封10600户。然后各位就知道张良可不可以拿30000户，可不可以？你今天刘邦说要给我，我都不敢要，这就是张良的知什么分寸。为什么要知分寸？趋吉避凶。好，为趋吉避凶，你不要明知你，因为你今天拿了30000户，将来会不会周边人都在打你小报告？庄子有一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秀就是秀才的秀。好，所以这边有一排树，这边有一排树。有一棵树比别的树都高，有一棵树在一排树里，它比别的树都高。然后风来的时候，哪一棵树先倒？那棵最高的。好，所以中国文化里面，人生的智慧是要懂得趋吉避凶，而趋吉避凶的要领在什么？分寸，分寸。啊，就是你要知道数字啊，所以我们把这个数字列出来，大家就可以知道说你看这些人啊，这些人都是，比如说这些都是实际上战场的人，
都只有最高才10600户，你张良拿30000户，将来是不是就，所以不是老板要给的嘛，我就可以拿，不是这么说，因为你是在一个团体里，你人家要给你，好，你不见得能拿，你要衡量情势，也就是佛经讲的观自在。好，所以我们在今天在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我们现在用庄子的故事做一个结论。好，庄子里有一个故事讲说，庄子有一次呢带着学生去郊外游玩啊，游玩，然后就在路边看到一棵树长得非常的大，好，长得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好多人都看说一棵树怎么会长得这么大啊，然后庄子看都不看，然后他的学生就来跟他说，他说老师啊，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树，好，然后庄子就告诉他的学生说，我告诉你们，这棵树一定是个无用的树，好，它如果能够在路边人来人往的地方长成这么大呢，它连当柴烧都不可能，对不对？如果能当柴烧都被人家砍回去什么当柴烧，因为是在人来人往的路边，好，但它是一棵社树，社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社会的社，社的话中文就是土地神，所以你们看到日本去看都有很多神社，对不对？神社其实都是土地神，好，所以它这是一个，它是在土地庙，可是在路边长得这么大，好，所以他说这棵树什么用都没有，好，连当柴烧都不可能，所以呢才可以在路边长得这么大。然后讲完以后呢，庄子就很得意地告诉学生，他说，我告诉你们，人皆知有用之用，不知无用之为大用。好，每天都想要有用有用，好，你不知道无用才能保身，对不对？无用才能保身。然后当天晚上呢，庄子就带着学生到朋友家吃饭，到朋友家吃饭，这个朋友就看到庄子带学生来，那就说要加菜，加菜就杀鹅，然后厨房就来请示说，我们家只有两只鹅，一只会叫，一只不会叫，杀哪一只？主人说杀那只不会叫的。好，我们要知道庄子的学生都不是省油的灯嘛，老师下午不说无用之用吗？所以他学生马上就问老师，老师，你下午说无用之为大用，你看这个鹅因为无用不会叫就被杀了。好，然后庄子就跟他说，跟学生说，所以我告诉你，人要处于什么有用无用之间。我在念大学的时候读到这里就觉得庄子很巧辩啊，很巧辩，但是当我到社会上有了历练以后，我就知道这是真言。什么叫有用无用之间呢？该有用的时候，该需要用的时候，你得有本事拿出来。哦，你不要真的是没有用，一定是被淘汰。你真的什么用都没有，这关键时刻你得有本事。但是呢，你太爱炫耀才华，很快被淘汰。哦，你每天哎呀一副很有用很有才华很有能力的样子，你很快就会被淘汰。哦，为什么？因为世界上有能力的人多还是没有能力的人多？当然没有能力的多，所以有能力的是少数，是不是很容易被打压？是不是很容易被打压？所以易经才乾卦，易经的第一个卦的第一支爻就告诉我们，潜龙勿用。你是一条龙，可是你刚刚到一个新环境或者一种状况，你不要太爱现，知道吗？啊，你不要太爱现，因为你的环境，你一爱现的时候，能力比你差的人，位置比你高的，马上把你打下来。这是千古不变的潜规则。
我们要知道，在红尘人世是明规则有用还是潜规则有用？啊，潜规则100%落实，明规则还不一定。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些都是潜规则，趋吉避凶。你要知道有用无用之间，你要守住自己的分寸。什么叫分寸？譬如说，不要太爱现，好，但是呢，该有本事的时候得拿出本事来。哦，我们在历史上常常引用杜甫的一首诗，说：“人间正命达，人常常都是有才无命。有才华的人常常都没有命，好的命，不是这么说，是有才华的人不知道惜身。”不知道爱惜自己，好，不知道爱惜自己，不知道保护自己，好，不知道趋吉避凶。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很年轻就被杀了，那就是我们在《军师联盟》看到的杨修，有没有？杨修聪明不聪明？非常聪明。好，有一次。曹操那个时候碰到那个军队在半路行，那个碰到大雨，大雨不知道要走还是要不要往前行，哦，所以有一天，那么已经困在那里几个月了，有一天，那个吃晚饭的时候呢，就那个有人上的是一道鸡汤，厨房上的是鸡汤，那么刚好就是军营来请示说，这个今天晚上的那个军队里的口令是什么？啊，所以口令就是军队不是每天都要换口令吗？怕有敌人进来，就问口令是，因为曹操正在啃鸡骨头，他就临时就是那口令就是鸡了，啊鸡了，然后杨修后来那个总兵官就跟杨秀说，今天晚上的口令是鸡了，好，那么杨修一听说，哦，那你们赶快准备撤兵，曹操明天一定会撤兵。好，然后呢，曹操呢，当天晚上呢，睡不着觉啊，哦，睡不着觉，好，那么就决定要撤，然后呢，就开始巡行军营，他觉得大家都在打包，他就觉得有点奇怪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问，就说要准备撤兵，然后人家跟他说，都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撤兵，然后曹操就吓一跳说。我到早上才决定的，怎么你们昨天晚上就知道？然后他们就说，昨天晚上杨主簿就是杨主秘，主任秘书杨修就叫我们准备，好，然后曹操就把杨修叫来，说是你昨天叫他们准备撤兵吗？杨修说是啊，因为我听到你的口令叫鸡了，我就知道你会撤兵。哎，曹操是想了一夜才决定的。啊！你怎么昨天就知道？所以曹操非常怒，当下就决定处死。好，因为你是扰乱军心。好，然后呢，杨修又年轻又才华又一表人才，所以杨修要被处死。这个军师联盟好像没有演啊。杨修要被处死，所有的文武百官都跪下来替杨修求情，太可惜了，对不对？杨修一看，哇，你们都替我求情，我死定了。啊，为什么？恩出自上，知道吗？所以今天要赦免我，应该是曹操赦免，对不对？现在你们通通来替我求情，如果曹操答应了，人情都挂在你们身上，曹操会容许吗？所以他说我死定了。杨修聪明不聪明？聪明不聪明？但是不该表现，不该表现。知道吗？因为你说出来的几，所以他的聪明我们叫一半子。他所以到后来杨修一定被处死。所以我们在中国有一本古书里讲说：“察见渊鱼者不详。”就是说一个人的眼睛很锐利，那个深渊里的鱼他都看得一清二楚，这种人都没好下场的，都没好下场。为什么？因为看懂就一定会说，
是不是？所以我常说，我们人一生的功课，前半生在修智慧，要看懂很多事情；后半生在修什么？吉修。看懂以后能不能说？看懂以后不是都能说的。好，看懂以后能不能说？那是后半生要说。好，所以我们刚刚说，阳修都看得懂啊。就给他带来什么杀身之祸。我们刚才说那个匈奴的使者也看得懂啊，就给他带来什么杀身之祸。所以人前半生是学的我要看懂很多事，后半生要学的是趋吉避凶，就是看懂以后能不能说，能不能说，可不可以说。好，所以在韩非子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讲说，当时在春秋时代，郑国的领导人郑武公，他当时使郑国强大起来，强大起来以后呢，他就准备并吞隔壁的邻国胡国，哦，古越胡胡国。第一件事，把自己的女儿嫁到胡国，嫁到胡国。然后呢，有一天上朝的时候，就跟文武百官讨论说，如果我们国家现在要用兵，我们是要跟哪一个国家用兵？当时他底下一个大夫，一个官员就说，我觉得最适合用兵就是隔壁的胡国，因为战略叫远交什么进攻，所以隔壁的胡国最适合。然后郑武公就说，胡国是兄弟之邦呢，你居然说要对胡国用兵杀。然后这个胡国的国君听到说，啊，这郑武公对我很好啊，女儿嫁给我，大臣说要对我用兵，他就把他杀了。那国君对我好不好？太好了，太好了。然后就松弛对胡国、对郑国的戒备。一年之后，胡国就被并吞。好，我们说这个当时那个官员说的要对胡国用兵，对不对？对不对？那为什么被杀？时间不对，时间不对，而且你的身份地位不对。所以我们刚在讲那个秦牛缺的时候，我们不是有提过吗？秦牛缺说的话是对的，可是他不懂得在什么时候要装糊涂。我们人一生都学的要精明，但是很多时候装糊涂更重要。所以郑板桥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叫难得糊涂。好，我们很难知道在什么时候正确糊涂。我想我今天跟各位朋友分享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好，所以我们的重点就是人生的智慧，怎么样才能红尘是非不到我呢？就是要正确的趋吉避凶。尤其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智慧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智慧从保平安开始，保自己的平安，你才有一个肉身去做有用的事。哦，佛经讲人生难得，人生难得。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肉身是所有的肉身当中最珍贵的。哦，譬如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对不对？可是从有狗以来，狗到现在都在住狗洞。可是人呢？我们人类的物质文明日新月异，所以人生难得。所以在中国文化里面，非常看重自己的肉身。啊，我们要全世界的文化里面，最注重养生的就是什么？中国文化嘛。你有看西方有什么养生术啊？没有，只有中国人最注重养生术。好，因为肉身是人的肉身，是和别的动物的肉身都是不一样。好，所以我们非常看重这个人的我们的有用之身。好，而且
所有的助人都是从自己开始，所以你先要把自己照顾好，你才能有能力照顾别人。把自己照顾好，除了吃好穿好健康好，还有什么？智慧好。而真正的智慧从照顾自己的肉身开始。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先告一个段落。